娱乐圈的焦点，至今热度仍未消去。二人同框的消息更是频繁成为网上的热搜。不得不说，二人就是行走的流量啊。就在近日，网上曝光了一组关晓彤短发的照片。根据照片来看，应该是关晓彤为某家杂志拍摄的封面。关晓彤不仅剪去了长发，还穿了渔网丝袜，显得相当诱惑啊。不过渔网丝袜是不是看起来有些低俗啊，有些辣眼睛吧。关晓彤的短发不仅和鹿晗的发线差不多，而且短发的颜色也跟鹿晗的一样，于是网友们也纷纷猜测关晓彤这是故意剪的短发，只是为了和男友鹿晗组成情侣头。但是不得不说，两人的发型确实差不多，而且都是短发后，情侣的感觉更加强烈了，似乎关晓彤还比男友鹿晗更加帅气了啊。二人如今都成了短发，估计以后会是娱乐圈的最强 CP 吧。但是对于关晓彤的短发，网友和粉丝们却有些不认同，有网友说关晓彤的短发不好看，还有网友说短发的关晓彤和鹿晗看起来像姐妹，当然也还有网友说两人像兄弟。对于关晓彤来说，之前一直就是以长发示人，这次剪了个短发也算是另一种挑战吧，或许换一种风格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呢。毕竟关晓彤已经20岁了，也可以接受更多的挑战了。关晓彤20岁就已经是娱乐圈的流量焦点，未来的潜力无限啊。看来鹿晗的选择没有错，等到关晓彤到了鹿晗这个年龄，估计已经可以比肩如今的范冰冰了。那么